最近上班的状况怎么样啊？还可以，马马虎虎。你最近膝盖还好吗？还可以，马马虎虎喽。哎，怎么可以马马虎虎啊？我还教你直腿抬高运动，强化你的大腿肌力，降低你的关节负担。嗯，好啊。身体仰卧，将一侧膝盖打直，慢慢往上抬高角度，且脚趾上翘，维持5至6秒钟。平举伸直的过程是温和的，慢慢把膝盖伸直，而不是踢出去。角度是自己的能力调整，不勉强抬高。次数依自己身体状况调整，慢慢增加。建议每天运动3至4回合。我的女儿，你真棒哎，懂得关心妈妈。不过妈，如果你膝盖不舒服，还是要看医生哦，要记得哦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